慢点。观众，我是 Cathy， 今次我们就来到新加坡环球影城了。今年万圣节其实新加坡的环球影城都推出了一连串的期间限定活动，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万圣节气氛了。今年新加坡环球影城的万圣节日间活动赌蛋更刺激，就是相当之精彩的，其中當然不少得就係俾大家同 Minions 芝麻街嘅朋友同埋變形金剛等等嘅熱門角色見面啦，而且咧佢哋大部分咧都已經著住萬聖節嘅裝扮同大家打卡見面互動噶啦，咁大家都記得唔好錯過同佢哋合照留念嘅機會啦。我哋咧而家就喺 Minion 嘅商店入边啦，咁除咗最经典嘅款式之外咧，都出咗好多 Halloween 版本嘅 Minion 啦，好似呢一只 Minion Monster 咁，系咪好 Q 咧？夏天咁熱咧，飲翻呢杯椰子水真係超正啦！咁大家好熱嘅時候咧，都可以買翻杯嚟飲，超爽。咁玩完芝麻街游戏之后咧，就记得过嚟隔篱呢间芝麻街商店带佢哋翻屋企啦。话明 Halloween 夜间嘅活动咧，固然就系全日嘅重头戏啦。今年新加坡环球影城咧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惊险刺激活动，当中包括了5个恐怖主题鬼屋、3个惊吓体验区，还有2场的现场表演，当然不少得就是多重感官刺激的用餐体验给大家试胆，绝对可以将恐惧推向新的高度，被大家尽情地尖叫。话明 Halloween 又怎可以少得这个恐怖主题造型的美食呢？我手上呢個 Bloody Burger 咧，賣相真係超恐怖啊！上面咧仲有啲蟲蟲喺度噶。咁5个鬼屋入面咧，当中话题度最高就一定系呢个僵尸校园主题鬼屋啦，真系令到唔少剧迷都表示超期待啊！咁其实咧，佢就系鬼屋嘅入口咧，就系校山高中嘅校门口啦，真系有一种一秒进入咗剧中世界，觉得自己好似系校山高中学生嘅一份子嘅感觉，真系令人瞬间心跳加速啊！咁其实无论是医务室啦、课室啦，定系图书馆等等嘅名场面咧，都喺里面完美咁样呈现咗出嚟。细节满满嘅场景，再加埋 NPC 精彩嘅表演，再搭配埋呢个星光效果，剧迷绝对超有感啊！真系有一种要一齐逃离丧尸嘅攻击，奋力逃出生天嘅感觉啊！除了僵尸校园主题鬼屋之外咧，还有其他主题鬼屋俾大家去体验噶。听到我的尖叫声，就知道他们的恐怖指数都绝对不可以太少啊！我可以试下佢。你行啦！我而家对所有嘢都好不信任。
完主题鬼屋咧，新加坡环球影城仲有三大嘅惊吓区等紧大家，咁大家咧就可以体验一下行一条街道都随时俾人吓破胆嘅滋味啊！玩完鬼屋和惊吓区，想被小心做好好休息下的朋友仔咧，就记得不要错过两场恐怖表演《审判日》和《黑客游戏》结束啊！精彩的表演真的令人拍晒手掌啦！大家咧都记得要留意翻表演的时间，千祈不要错过啊！好，咁今日呢个新加坡环球影城的 Halloween 之旅咧，就嚟到呢度啦。看我成身汗就知道里面到底有几咁紧张同埋刺激啊！咁如果想同我一样感受呢个万圣节恐怖嘅气氛咧，就记得嚟到新加坡环球影城啦！咁如果中意我哋呢条片，就记得帮我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